那我们的客厅跟以前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。那我们的电视机上面放几个摆设，电视机的旁边我设计的就是我的电脑，电脑的桌面当然是微软啦。哎呀，啊，这个电视机，电脑的设计是这个样子，那个下面呢？可以做那个 keyboard，就是这个 keyboard 可以动来动去，keyboard 可以打开，可以推进去，下面放杂嘛讲啦，哎，像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旁边当然是我们的大床头，因为现在是早上。啊，光线非常非常猛烈，这里还是仍然是以前的照旧不变，50年不变。哎呀，就是这样啦，OK。